学 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，高品质全程面授教学，零元入学，两周免费试听。我是小黑，咱们继续把这片叶子给画完，新建个空白的图层，咱们还是拿钢笔工具绘制出这个叶子这个经脉。描边同样的关掉，改成六个像素，改成描边为中间，端点为圆点。咱们再复制，旋转一下角度，继续绘制。多复制几个，咱们继续调整。咱们把这个外轮廓选区调出来，给整个叶子一个蒙版，添加个蒙版。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给这个咱们的这个背景添加一个月亮。新建的空白的图层，咱们用椭圆工具加一个圆圆的月亮，因为咱们画的是一个夜晚，咱们把它改成那个黄色的月亮，明度稍微高一点。然后咱们再进行羽化一下，把月亮羽化一下，调整一下角度。这个时候咱们就开始来画一下这个，我们开始说到那个后面还有一些远处一点的背景，远处的一个背景，咱们新建个空白的图层，拿椭圆工具，咱们选择椭圆形状，把它调到图层上面来，继续拿圆形工具，继续补充。
这个当做咱们这个背景，咱们再绘制一个。拿椭圆工具，选择合适形状，颜色咱们也改成这个蓝色。调整一下角度，继续绘制。我们拿布印刷板或者板，用这个圆形的叠加，把这个中景的这个植物给绘制出来。调整好位置，我们再接下来把那个这旁边还有两个小植物，咱们也给绘制一下。尽可能让我们的画面丰富一点。我们拿钢笔工具，一个淡淡的紫色，把它放到这个小狐狸的后面。咱们再绘制一个小植物，
颜色咱们也稍微改动一下。调整好了位置，咱们把这个小蜘蛛放到图层的下面。